我们直播间全绝活了，天知道吧，全绝活啊。你哥你这回买的火龙果可不行哈，这壳这么大，里头跟还没鸡蛋大呢，这里头。放一块，放一块。这个桌子。就算这一盘是吧，老铁们，官方不让摆太多，咱就摆一盘就行了啊。那个是道具，他也不让摆，咱不走一天天。嗯，你看几包了？十包了是吗？吃个猪尾巴，实在是吧？我们直播间就吃的实在，一定要点点关注啊！现在官方不让摆太多，我们吃一盘吃一盘，没少吃了钱啊。吃甜品好嘞，慢点吃慢点吃，不能太那个啥，太猛啊，太猛一会儿又给限流了，知道吧，又给限流了，玩一玩闹一闹就得了啊，不能一个劲玩一个劲闹啊。这个甜品洗发水啊，洗发水没有了，铁们人心下来了，没事，增值稳定稳定稳定一下，稳定一下。看热闹的多，刚才，嗯，这么多高热量，嗯，高热量别忘了喝益生菌，知道吧？吃高热量的时候，就爱吃油腻食物的可以喝点益生菌。我们每天喝的这个粉色的东西就是益生菌，老天啊。益生菌是人体所需要的有益菌群，人肠道中有很多菌群，益生菌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哈。爱吃一些油腻食物的，爱吃高热量食物的，爱吃火锅炸串麻辣烫的，可以喝点益生菌。益生菌就是你肠道的清道夫，给你清理清理肠道中垃圾油脂的东西。回去做个小实验你就懂了，老铁啊，做个简单的小实验就懂了。平常爱吃一些油腻食物，然后嗯，平常炒菜也不少放油了，是不是？肠道中就会堆积很多这些油脂，对不对？这些油脂的话排不排不出去，对不对？不好排，它很容易挂在肠壁上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喝点益生菌，它会包裹着油脂往下走，十几种菌群，三十几种果蔬，每一颗益生菌都会包裹油脂往下走，带出去你身体当中的油腻的东西，让你吃多了不宽啊。嗯，吃点东西就爱呼呼长疮的，上厕所比较费劲的，嗯嗯不畅的，都可以喝点益生菌。小孩能喝吗？小孩有小孩专用的，这是大人喝的，大人喝这个益生菌是辅助你管理生产用的，所以小孩不能喝的啊，孕妇哺乳期都不能喝，其他都可以啊，饭前饭后都行。看见没，它会包裹油脂往下走，一天两条就行了，也不用多喝。清理你肠道中垃圾的东西，平常脸油了知道用洗面奶，头油了知道用洗头膏，身上脏了知道用沐浴露，但是你肠胃当中堆积太多油的话，你不能去用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喝什么东西可以喝点益生菌，长期堆积油脂的话就会慢慢让你越来越宽。平常每天喝点益生菌很好的，调理你肠道中菌群那个东西，嗯嗯不畅的，不爱吃水果蔬菜都可以去喝，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清骨多的，自己去看配料，老铁们，里面是十几种菌群，三十几种果蔬啊，都是对人体好的菌群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老铁们，益生菌一盒一码，支持扫码验证委，都是今年的新货，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，保质期12个月，一天喝两条，一天两条就行了，不用多喝，一盒是20条，一盒可以喝10天，在外面去买的话，这一盒要89块钱。今天在小鱼的直播间不要89，直接改价69.9块一盒，拍下付款之后再加一盒，两盒再加一盒，三盒再加一盒，四盒五盒六盒，之前买过的老铁们是不是都6盒买的？对，最早一开始咱去年卖的时候是不是6盒？今天再加一盒，七盒还不够，再加一盒，直接发8盒益生菌来上车，200单上好了，给你了。
平了会反弹吗？这个不会反弹，因为它就是菌群，老铁们，它不是说没有依赖的，它就是菌群，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东西，只是说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。为什么人像你像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，他有的人他干吃不宽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吃点东西就爱呼呼长症，就是每个人身体当中的菌群不一样。为什么益生菌又被称为瘦子菌啊？因为瘦的人身体当中含的菌有益的菌群比较多。如果你是那种易宽的体质，吃点东西就爱呼呼长症的，就可以喝点益生菌啊。它不是让你直接拉肚子的东西，它是调理你肠道的东西，蓝莓味的，挺好喝的，老铁们，挺好喝的，直接倒嘴里直接吃也可以，嗯，直接吃也可以，蓝莓味很好吃，要十盒呀，谁要十盒呢？搁这儿，给我来两条，十盒是活动，老铁们，没有了活动，活动结束了，宝宝们，活动结束了，没有活动了，没有活动，咱不能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活动了，咱不能天天搞活动呀，天天搞活动卖呀，这样吧，老铁们。嗯，今天所有卖的，咱正常就是卖八盒的，老铁们，正常就是卖八盒的。活动那是双十一的活动，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了，好吗？今天这样吧，再加一盒花，九盒好不好？69.9元九盒，平常就是八盒，没有活动就是八盒。自己回购不在直播间拍的也是发八盒的，双十一的时候是十盒，但是现在没有那个活动了，老铁们，还要十盒，我的妈，这么多人要十盒，但是双十一活动结束了呀，宝宝们。就十盒吧，我的妈，要十盒呀，这么多人想要十盒，天天挺好吃的，对，很好吃的，老铁们，对，要十盒，这么多人想要十盒，十盒能给好评吗？宝宝们能不能给好评？好评的话给个好评，好的话给个好评，行不行，老铁们？行，来，不多说了啊，它是辅助你管理身材用的啊，来，不多说，刚才拍着200单先补上，再加300单，来拍下付款成功，69.9元直接给大家发十盒益生菌，来上车，上你们，来嘞！十盒益生菌，小黄城一号链接直接拍啊，200条可以喝100天，老铁们，正好喝到过年了，老铁们，啊，你也再给我冲点，直接用凉水去冲就行，凉水、矿泉水都行，不要用热水啊，不要，千万不要用热水哈，200毫升水冲一条，一天喝2条，不用多喝，任何时间来喝都可以啊。直接吃也可以，温水冲也可以啊。刚才拍的给补上吧，全部都补上啊，全部补上，69元直接发10盒啊。饭前饭后都可以，任何时间来喝都可以啊。对，这是粉色的，我每天都喝了这个水啊。嗯。全部发10盒，对的。哎呀，蓝莓味的真好喝。嗯，蓝莓味的很好喝的。还有纸呢？成年人能喝吗？老年人能喝吗？老年人的话，行动方便的都能喝啊。行动方便都能喝哈，不拉肚子，这个不是让你拉肚子的东西了，听到？你一个劲拉肚子的，上厕所的比较多的那种，是上厕所比较频繁的那种，拉肚子的人群就是都可以去喝的啊，都可以去喝的。未成年人别喝，14岁以下不要喝啊，14岁以下孕妇哺乳期不要去喝，其他都可以，经期也能喝。喝了会排吗？你看这个小实验，老铁们，爱吃油腻食物的，是不是？平常这些油腻食物排不出去的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喝点益生菌，它会每一颗益生菌都会包裹油脂往下走，你排出来的便便，老铁们，都是那种油油腻腻的，知道吧？都是那种油油腻腻的。平常尤其是那种平常吃的比较多的，爱吃一些火锅、炸串、麻辣烫的，爱吃一些油腻食物，爱吃一些。就是比较容易挂肠壁的那糖类的东西啊，糖油混合物啥的，特别容易挂肠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喝点益生菌。嗯，男女都可以，这自己喝了很痛苦的样子啊，他就那样了，天，嗯，他肠子就疼。他不是治疗你便秘的哈，他会缓解，嗯。看到没？它会包裹油脂往下走的。你家的粑粑里面都是黏黏糊糊的。对。没了。看见没有？你看刚才那么厚的油，是不是？
镜头太近了呀，好嘞，离远一点。没法，你离远了，这里要空的，但不能放，不能放，不能放。卖货的时候能放。再说啥？嗯？放一个，就放就是这一盘就行了，这个不用放了一会儿。嗯。反弹吗？不反弹，它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跟那个酵素还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对，它就是人体所需要的有益菌群，人肠当中本身就有的东西，只是说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。嗯，有孩子喝了吗？孩子喝了叫什么马米尔、马米尔思密达什么的，你去尿店里去买啊。是空盘的，嗯，又端出来了，嗯。前面可以放水果是吗？嗯，什么味道呀？嗯，蓝莓味儿。小月长得可真可爱呀，美颜一切都是假象，一切都是假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猪尾巴。温水冲、凉水冲都行，几何呀？没拍着吗？其实益生菌哈，老铁们，你看我们吃播哈，说白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体型吧。嗯，